东哥，你看啊，今天来到广东啊，参加我们这个录像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真的。首先在这儿，我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们怎么着，帅呆了，酷毙了，好日子甜如蜜了，万事都如意了，幸福都成主旋律了，好运躲都躲不过去了。孩子们更努力了，媳妇们更美丽了，两口子永远都待不腻了，就好像昨天你们刚刚拜了天地了。怎么样？没我说的好，掌声留在我这儿啊。那我祝愿我们在座的女同胞，乐醒了，笑懵了。哎呦，刚买的股票飙升了。刚到路口变绿灯了，刚有困难遇到雷锋了，刚失恋就找到老公了。你们心情放松了，肉皮紧绷了，越活越年轻了。这位妹妹，也许你女儿都上了初中了，但走到哪都说你是广东的董卿了。好，说的比我前面是吧？是不是？董哥啊，你别看我不是咱们广州人，但是我对广州可以说我非常熟悉。真的？熟悉到哪种程度？我现在现场我可以用我们广州的地名编成了谜语，咱们考考冯巩怎么样？啊？你第几次到广州？我第二次。第二次，就用广州的地名编成谜语。我让你猜。什么地方？你说。你站好了，站好了。你看你这，冯巩这大大的脑袋，就是广州一个地名。我这脑袋。搬广州来了。什么地方？鱼窝头。我们搞丑了，什么鱼窝头了？哎，我说的好了，就这个脑袋的造型也是我们广州的地名。你也会带沙头啦？你要这么说，可以坐游艇了。等等，你要这么说啊，就你往这一站，你两条永远直不的罗圈腿，广州地名，什么地方？荔湾。说别荔湾，你站好了，就这个造型。这么一看，广州的地名什么？瘦狗岭。淡不淡了？咱们说，做回文字游戏吧。什么文字游戏？我随便说个字儿啊，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一句成语。我怎么说？比如说这个字是德。哦。这个成语，比如说德高望重。重。最后一个字是。是重。重任在肩。肩。苦奋斗。斗。志昂扬。扬。没吐气。气死你。我不生气。但是我可有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不论怎么绕，必须绕到这么几个字。哪几个字？叫广东您好。表达我们对广东，对所有朋友们美好的祝愿。我们祝愿我们的广东在美丽的新时代再创辉煌，祝愿我们广东人民幸福安康。这个广东好赛雷，还得好不好？还得一起广东好赛雷。你看，董哥的提议非常好，好不好？不过这个对于我来说没问题，真的。绕来绕去，绕到广东好赛雷，对吧？毛满台，还把你提字吧？我没提字，我提字就假了。请在座的朋友们提字，敢吗？没问题。哪位朋友提个字？哪位朋友们？啊？滋儿吧，滋儿吧。你是养蛤蟆的吧？你是？滋儿吧，对，就滋儿，滋儿。你从哪蹦出来？他不是蝌蚪了，他是牛蛙了。滋儿。乱叫，叫叫苦连天，天天壤之别，别开生面，面面俱到，到此一游，游人止步，步调一致，志同道合，合而为一，一五一十，十十减九等于一。你这个得推台底下去。动手干嘛呢？算数都出来了。我数学好，我说好一丝不挂。成语，挂挂挂挂一漏万万
万里之遥，遥遥摇摆摆，摆百闻不如一见，见见多识广，广广东好塞雷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谢谢大家鼓励，谢谢大家。这不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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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算。哎呀，还没接完的啦，继续啦。再哪个朋友再提个字？越难越好啊！饕餮的餮，他饕餮，餮餮。你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吧？饕餮的餮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今儿碰上高人了啊！啊，饕餮的餮，餮，饕餮餮，餮乃野兽也。野火春风。风风马牛不相及，及岌岌可危，危危机四伏，伏伏手贴耳，耳耳必思磨，磨磨拳擦掌，掌掌上明珠，珠珠连璧合，合合二为一，一一五一十，十十减九等于一，一丝不挂，挂一漏万，万里之遥，遥遥摆摆，百闻不如一见，见多识广，广东好塞雷。他难不住我。我跟你说，手手得呀，你过来，不许在时间就等你了、啊。我数学好。这边的朋友啦，哪位提个字来？来，什么字？WiFi 的 Fi。哎呀，这是我外甥女儿啊。WiFi 的 Fi。真碰上高人了，什么 Fi？ 不，你怎么想出来这个 Fi？WiFi WiFi 好吃， WiFi 嚼不动。这什么嚼不动？你还不懂？ WiFi 能吃吗？你不懂了吧？四川人都这么讲话。怎么讲？就这么讲话。吃饭了没有？吃饭了。吃的啥子饭嘛？吃的 WiFi。 晚饭好吃，接着来吃。吃遍八方，方方方面面，面面面俱到，到到此一游，游游人止步，步步调一致，志志同道合，合合二为一，一一五一十，是十减九等于一。我给你推下去，我找。哎呦，干嘛？暴力暴力暴力！这个气息，这人呢？我告诉你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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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十字绕道，广东猴赛类最多不能超过15秒钟。你太小瞧我了，看看表啊，太小瞧我了，真的，10秒钟绕上来，真的，实实在在，在在水一方，方方言百里，里下于人，人定胜天，天高地广，广广东猴赛类。谢谢两位老师。您二位先生今天的这个表现，大家也说是不是猴赛雷？哇，真美赛雷啊！那其实冯老师啊，您已经是咱们广东的老朋友了，再次来到广州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广东真是好塞雷啊！有美景、美食，还有美人。哎呀，走！广州人民笑口爽快。我这个话已经基本到了佛山那边了，还差一点到广州了。那冯先生，我得临时考一下你啊。您说，您知道这个形容广东的靓女，你得用一个广州的地标来形容。现场的女士们，您知道吗？广州的地标，对，小蛮腰了。小蛮腰，哎，好，忙完腿了。这就是我的形，我是那里的形象大喜了。您既然来到我们广州，我们大伙儿啊就希望您能够多待几天，多演几个节目，因为我们想死你了。忙完腿啦，以后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的为大家送去更多的欢乐。谢谢，多谢。那不如这样，咱们接下来啊一起继续欣赏快乐的节目，怎么样？好吗？好。
我们都知道啊，唐诗宋词那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瑰宝，很多的诗句真的是让人拍案叫绝，流传千古。更有些诗句，哇，那真的是蕴藏着妙语之最啊，意味无穷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就要举办一场赛诗会啊。真的吗？对，哎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都有谁参加呀？来来来，那我跟你说，这个阵容啊是相当的强大，有朱荣、贾旭明啊。哦，贾旭明、曹随风、侯黎明，还有一位神秘的大咖也要来到现场哦。哎呦，还有神秘大咖，哎呀，我都迫不及待了。哎，不如这样，我们赶紧请出这次参赛的嘉宾，有请。见过热情的观众，没见过这么热情的观众啊。我知道诸位这掌声不是献给我的，今天呀，我来这个舞台上，我跟一个人赛诗，这人长什么样呢？我一形容您就知道他是谁了。他长得是啊，远看竹竿顶个桶，近瞧脑袋有点肿，见谁都说想死你。他的名字叫冯巩。广东的父老兄弟姐妹们，我想死你们了！冯巩，冯巩，冯巩，好犀利了！我想继续赋诗一首，不知可复否？好犀利！远看好像曹孟德，近瞧酷似苏东坡。若问此公他是谁，广州靓仔是巩哥。好，这靓仔什么意思呀？靓仔啊，啊，就是天一亮就把你给宰了。我瞎打什么岔了？您这诗做的可够漂亮的，真漂亮。没你漂亮啊！看这形象，嗯、啊，才出舞台三五步，门牙已到您跟前。谁这样？王老师，哎，这次咱俩比什么诗？还比那个带数目字一的诗句。哎呀，别好不好啊！别啊！别比带一的诗了，干嘛？上次比一您都输了，这次比一个您肯定能赢的。那咱今天比，咱比二。那我还赢不了了，哎，唔得啦！比二我赢不了了，因为我没有他二啦。咱比带数目字二的古诗句，谁先说？我先说呀，请。哎，我这个带二的诗句，我说出上句来，我相信朋友们能接住下句。没人理你，听好了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这还带着亲友团来的啊。哎，你听我的。嗯，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雨二月花。还用得着我说吗？啊，咱再来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红雀春深锁二乔。听我的。嗯，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月花。您这没二。谁刚才说二点通？我谢谢你啊。哪儿？谢谢谢谢。什么二？那个靓女说二点通。什么二点通？没二。有二。没二。双飞翼没二。双没二。双就是二，二就是双。一看你就没智商，你个锁锁得。能人家、啊、不是你锁锁得又是什么意思呀？锁锁得就是我们广州的方言，翻成北京话就是你特别聪明。好，那大伙儿是没问题。你看我这长相，我就是个锁锁得呀。对，我就是锁锁得。冯老师就是个嗖嗖呆，没我什么事儿。咱接着比诗，接着比。可笑嫦娥不了事，走却玉兔来人间。啊，不，你这可没二。玉兔没二，
兔，没二，兔，英文就是二。你听我的啊，九尺钉耙帅天河，无端酒醉戏嫦娥。你这没二，有二，没二。这诗写的谁呀、啊？猪八戒呀、啊。二师兄。说着说着，二师兄他就到了。你别走啊！我不走。啊，我正等着你这二师兄的啊，给我挖坑在这儿啊，设套是吧？谁给你挖坑啊？你们俩是团伙，我是来替你报仇来。你瞎说，你是他妹夫。啥妹夫啊？什么人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为什么呀？上回他说啊，只要我们俩合伙把你赢了，他就把他妹妹嫁给我。啊？谁知道赢了他就不认账了？他还说我，他还说我配不上他妹妹。你说，就凭我这个颜值，我哪点配不上他呀？就你这个颜值啊，你哪点都配不上他。你啥意思啊？废话，俗话说，妹妹随哥哥啊，就冲哥哥这颜值。其实你跟他妹妹挺般配的。就是嘛，是吧？你别管，我不管。小呲牙，小呲牙，敢比吗？比什么呀？咱比长江沿岸的地名诗句。您等会儿，哎，为什么非比长江诗句啊？因为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。哎，挺扣音，你是想黄河边长大的呀？你听错了，我谁先说？长江那边我先说啊。赤壁有诗吗？赤壁，赤壁我不熟啊。鹤壁中不中？武昌也不熟。许昌中不中？岳阳才不熟。洛阳中不中？荆州更不熟。广州中不中啊？这个气性，啊！行，这不是所说的，他是气性，大不大了？行了啊！就你这个智商啊，你也别说什么长江地名诗句了，你能说一首诗里边带“长江”两个字儿，我都算你赢。咦，这可是你说的？我说的。那你输定了。四大名著有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唱的就是长江。这么半天七心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。对喽，我给他唱出来，唱给他。听着，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参北斗。走说走咱别嚷。你有脑子吗？有吗？你有我有全都有啊。你唱的这是水浒传呐、啊、不是，那我应该唱啥？唱三国呀、啊、我不会唱啊。我会啊。那你唱唱吧。大家没要求啊。没有是吧？真唱啊。滚滚长江东红是水，别唱了，你弄啥了？你这是不是你刚才那个调起得太高了啊？后边还有高音嘞，你万一上不去，那咱俩不丢人了吗？中，低点，滚滚长江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
都一样。大爷，你看你上去了吧？我下不来了。你下不来就对了。大舅哥，耶！他又丢人了，丢人了。不是，等会儿啊，你不是跟他妹妹分手了吗？俺大舅哥说了啊，让你再丢回人才把妹妹嫁给我了。我是彩礼呀，我是。回去。只想想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只想想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我们都掉鹅镇里了，我认识这，我认识他，小呲牙他爹老呲牙，又来诗词接龙，射头挖坑是吧？啊，今天不接龙，我没准备啊。你没准备啊？啊，那就得接龙了，啊，没准备才接龙的。那怎么接？就接你最后那个字儿，接最后那个字。对对对，哦，鹅呀，啊不不，额头，不不不，不是接鹅，接那个鹅，鹅鹅鹅。去那鹅，姐鹅，啊，怎么样？好，来吧。挪仙腰杨柳枝，行吗？你，知君何事泪纵横，横看成岭侧成峰，风，风雨不动。安如山，嗯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路南路北皆求水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这风又刮回来了啊！嗯，我站这地是风口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寒雨连江夜入吴，无浪无风天地白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这又是设计好的，是吧？满满的都是套路啊！您要觉得是套路，咱再换首诗嘛。换首诗，换就不是换诗了，得换人呐，是吧？换人。我们台下随便换请上一位帅哥靓妹，当场绕接龙，敢吗？啊，敢吗？敢！现场哪位朋友愿意？这位，这位小伙子还可以。来，掌声吧！掌声！来，别别别，死死大吧，死吧！夏天，回位。怎么了？正好不用了。怎么了？这是你托知道吗？这是你外甥知道吗？眼镜都是你给买的吧？真是这位不算了，搞错了，你当了。你越说这边的是，哎呀，上来我就说，哎，对，这边的上来，这边有哪位朋友上来？你上来吧，上来吧。你等会儿，你是哪里的人啊？广州人呢？广州海滨岛啦。你首推的？越秀区，我听懂了。对对，好好好。你来，张老师，我特喜欢，你能拍个照吗？那拍照。能拍个合影吗？好啊，你看这个人气，气人呐！啊，来来来，呀，一、三，哇，好凉啊！不不，哎，不是，你回来啊？你还没说诗呢。给他个话筒吧，说一句诗。好，谢谢。啊。独在异乡为异客。好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客，你接，为什么我接这个字、啊？我就想用这字客你，来吧，客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新月结色天风吹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你们家是卖电风扇的吧？是啊，这个不算。哎，越秀区的靓妹，你也参与我们接龙，再说一句。
不是我不会。不不，你我就想让你给我挡挡风，好不好？就转一圈回来，他不是他们了。再说一句是啊。哦，我想想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哦。乡。乡音无改，鬓毛催。催送春江船上水。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好句从来风月人。人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啊不，等一下了，有没有搞错了？你说你跟谁来的？我跟我爸来的。赶紧跟你爸去排队到那个什么。就广州酒家啦，要吃凤爪啦，赶紧，要不就没味啦，赶紧走啦，欢迎不送啊，不怪谁。哎，多谢。哎，杨磊，爸，搞错。冯老师让咱吃凤爪。哎，不着急，一会儿再说。他刚才管你叫什么？你管他叫什么？叫爸，亲女儿。不对吧？我就叫上一个人来，就是你们家亲人。不是一个人，今天来的所有朋友都是我们家亲人。挥剑，哎，远看好像曹孟德，紧俏苦死苏东坡。若问此公他是谁？广州守宅之公哥。